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华人是用初一十五，那藏人是用初十二十五，所以很多人在广修功德，这是很好的方便。那无论如何，因为我们有信心，透过这个善巧方便，我们就记得说十五二十五是殊胜日，所以那天不吃肉吃素，多修很多功德。当然很多人我说那十亿倍，那我今天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十亿遍了，其实他不用念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十亿遍是我虽然念一句阿弥陀佛，但是我是对整个世界法界希望有这个十亿倍的功德来供养法界众生。那你自己还是要修满你要修的数字啊，而不是说我念一次就变成十亿遍。但可以说念一遍，但是有十亿遍的功德供养法界众生。所以也因为如此，所以广修功德。所以今天在台湾他们也做了很多大型的放生，还有做了几场大烟供，包括平常的点灯诵经。当然希望大家也要多多除了对法的修行，最主要是慈悲，多去老人院孤儿院，所以多布施给那些流浪甚至那些鸽子，尽量的做啊。因为就像刚刚有个居士问我，路边有这么多人要要钱，你给不给他啊？你给了有人要批评你。但是话又讲回来，我们要想的是众生都是母亲，我们每天跟母亲打招呼那是应该的啊。所以也希望这个母亲早脱离痛苦，因为别人给他钱我们随喜，但是你给他那又不一样，我们给的不是钱，我们给的是一种悲心呢、祈愿呢、他拿到你这个钱，希望他种的解脱的因缘，就像吃到甘露丸一样啊。所以你要爱惜这个机会。所以每天不管你在哪里碰到了人事物，包括刚刚我们来塞车，这个塞车也是个缘分，让我们那边可以跟这附近的人多处多一点，前后面的人多跟他相处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跟他的缘，可能要相处十分钟啊，我可以在跟车上跟这位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多处十分钟，跟他回向。那你要凡事修学佛法，先不要管别人对错，先管你自己对错啊！如果你的念头是不是符合你的所谓的慈悲心、菩提心，所以这个就对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永远在塞车，所以但是你永远就可以培养忍耐、爱心、慈悲，这样就好了，随缘啊，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因为我们就准时出来了，哪里知道他塞车呢？这个叫因缘。昨天我们司机在楼下等我们，我们还慢了15分钟，我们不好意思，结果来的时间还比今天早啊。这个佛教叫因缘，它有它的因缘。但是念一下随缘自在，对，你随顺因缘继续慈悲就好了，然后呢接受他的一切，所以而不会说耿耿于怀。我想修行就不要让自己内心呢、挂碍。所以当然刚刚我们湛江法师说帽子脱下来，因为这是佛教的理由，佛教里面就是说除非你是有特殊的病，因为这个戴帽子就会对佛很不恭敬，这样啊，也就是说法会现场只有一个人可以戴帽子，就是中间主法的那个人啊。所以因为他这个帽子也不是他喜欢戴，这是表法这样而已。那其他人我们就是要
你看出家人理光头，你就知道意思了啊。所以要消除自己的这些傲慢分别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准备做问题回答，各位可以先提两三个问题先问我，因为我今天也不能讲太久，喉咙又不好。我很喜欢持咒，所以我每次走到哪里我就一直念一直念，特别出国，对不对？我都觉得旁边都是鬼，这样，并不是说真的有鬼没鬼，而是说这个地方少了佛法。所以既然我懂佛法，我会念大悲咒。就刚刚进来，因为很多人在抽烟啊，门口很多年轻人昨天还在抽大麻，对不对？所以你要帮他多念多念，看到鸽子念一下，看到贫穷人念一下，看到塞车念一下。所以我很喜欢一直这样念啊，所以当然对我来讲这样就会伤喉咙，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睡睡就好了啊，因为但是就是要尽力吧。所以因为你用心跟念出来的功德不一样，有心又有声音，那当然就算没声音还有一颗心来帮助对方，你要保持在这个状态。好，有问题吗？请说。哎，师父，我想慈悲问一个问题，是比较世间的问题，就是最近经常收到诈骗电话。什么电话？诈骗？对，在法国，这个是很明显是很伤害众生的，但是因为我还不是很老，能听出来是诈骗电话。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有没有什么佛法上可以帮助众生避免这种？因为我家在北京的时候，两个姑姑都曾经被人诈骗过，然后之后就是精神就是受了很大刺激。我想重点要有一个同情心、悲心，对方骗你他是无奈的，再来被骗的人要深信因果，今天我被骗，过去一定我骗他。那你刚刚讲你两个亲戚朋友被骗而变成精神有问题，他就是不甘愿，不相信因果，也没有慈悲。但是以修佛人的心态，因为不是我，不是我的因果啊，我是看他，我不是说只是看我姑姑，我看其他人就觉得很可怜，被骗以后，所以因为这样他们是在受伤害，这个叫五浊恶世，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没有到你家打开门拿个枪已经不错了。还用电话，因为时代会变成这样。这边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对，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依这个事情，我们升起一个悲心。我们自己要发愿，生生世世不偷盗，生生世世常布施，也祈求佛菩萨加持，偷的人被偷的人双方都能够慢慢了解因果，净化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因为你以为很乱，如果你下去地狱，这个是小小 case。因为随着他的业报不一样，法国，特别在法国跟其他地区，这个巴黎已经业很重了。其他地方业如果五分，巴黎可能25分了。慢慢的，因为这边还分区了，重区跟重灾区，跟这已经分开了，那这个人就有分别了。那所以你了解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人家问我说，那你干嘛移民到巴黎？那是好听的，还不如家乡好啊。但是那既然要来，你要有这个准备，要有悲心。而且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悲心，你自己也发愿不造这个恶业，这个事情就轮不到你。但这也不是自私，至少你没这个业，但是你要同情别人，这样而已。但是如果你越担心发生这个事情，做一个比喻好了，我现在抽一个人背37诵，不会背的话等一下去罚跪，不要叫我，一定叫到你，因为你会怕。所以你这种怕跟排斥的心态，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旁边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要用佛法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佛法的心态是了解世间的苦，我们相信因果，了生起悲心，
天天的祈愿，而不要一直抱怨说这个世界哪里不好，因为你会制造动乱，会让别人大家都很怕。你只能说，对这个世界，我祈求观音菩萨加持，我得多念佛、哦，希望大家慢慢减低这个贪心。就像这个世界天天都有猪啊、鸡、鸭在被杀，你要去骂那些杀猪的人吗？不见得是如此，因为这是自古以来永远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两边都愿意接受慈悲，让我们心里更了解佛法的殊胜，因为它可能下午就会发生在你身边了。所以而且要有这个厌离心，所以我早就把希望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有钱我赶快布施，免得被小偷偷去，被败家子败掉。所以叫金钱五家共有，水灾、火灾、盗贼、贪官跟败家子，钱不属于我们的。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会劝人家有钱多布施，就不会招逢小偷，多去帮助更穷的人，那人家也不会来找。这个就是效应。那如果你这个人全世界的巴黎这么多人就偷这几个人的，这几个人的业啊，因为他们对金钱有这种特殊的看法，以及过去造的业现在成熟了，应该如此说吧。所以来念一下，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南无文殊势利菩萨，特别文殊势利菩萨百千万劫都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偷盗，所以他把黄金放在巴黎街头，放在难民区，都没有人会去摸那个黄金，因为这是文殊菩萨自己累劫造的这种善业的果，这样就是如此。就像出家人一样，两个出家人拿钵出去偷钵，一个饿死在路边，一个是满满的，因为他们业不一样。连这个偷到钵的人把他偷到的东西放到他的钵要给他，一放下去就变成不见了。所以有个阿罗汉怎么死的，舍利弗叫你把嘴巴打开，丢一个糖果，然后他这样死掉。为什么？他死之前至少含到糖果味啊，因为他的业，他虽然证阿罗汉，但是他生生世世悭贪吝啬不布施，所以叫饿死的阿罗汉，连东西放在他的钵都会不见。好，换别人。师父慈悲啊，弟子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自己的亲表弟，生下来3岁之前都是很正常的。3岁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是发现他的智商嘛，就是开始知道5、6岁就是身体在长，但是智商就是不长。然后之后到了14、15岁的时候呢，16、17岁就是因为这个阴的原因吧，然后被一个40多岁的这样一个女子吧，然后就是破了这个童子身。然后之后就是说陷入这个无尽的这个就是邪淫当中，整天就是想的都是女人。今年呢已经30多岁了，然后当他父母就是一给他钱的时候呢，他就出去去找小姐，然后就是在这个重复过程当中嘛，然后这个孩子就是精神上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打爹骂娘。然后就是说出话来也是对父母就特别特别的狠。弟子呢就是自从学佛以后呢，就是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怎么去帮助我这个亲表弟，然后看着他也特别特别的可怜。然后那个弟子就是特别的没有智慧，也没有这个悲心，原来想的都是与我莫学惭愧一下，就是与我无关吧，就是总觉得是挺麻烦的事情。现在已经进入精神病院已经差不多有3次、4次了，然后现在呢目前为止已经出院，但是那个状态还是非常不好。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好，我想在这你再给我们诉说一个可怜的业报。那这里面谈到他父母的问题，这也是父母的业，父母有这个业邪淫，甚至
还有一些事实造了一个这种业，所以他就会感召这种小孩跟得到这个苦。再来，这个小孩跟你有缘，你会对他特别在乎，这你也有共业，有这个共业，你就放不下这个事情，就像你的儿子在，你就没办法跟他隔绝，因为他的苦你也会有。所以当然如此，我们只能说自己升起一个惭愧心，然后来忏悔，然后再来要了解万法皆空。你不要一直觉得他，因为这是他的业，业的本体是空性，你也要超越，因为你超越你才有力量来回向给他。你一直觉得我很苦啊，他很苦啊，很悲伤，你所念的佛号就没力量。因为我们在念佛，在替他忏悔的时候，要非常的平静跟平等。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妓女从小被侵犯到大？那如果说我告诉你说，假设的啊，你这个侄儿过去就是在开妓女户的，他侮辱了、伤害了多少的妓女？他现在虽然是个男人，连女人都要来侵犯他，然后他还欠他们钱，他还要拿钱去供养他，他就是一直在轮回。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你要回光返照。那我自己能够对他的供养，就是我升起一个愿断除男女淫欲或邪淫的出离心，我自己要有这个功德力，然后呢祈求阿弥陀佛，乃至这两天说南无清净光如来，就是断除他这种淫欲的恶业跟心态。但是自己要有这个觉悟，你不要说、哦、好在我不会啊，我还是可以享受一个正常的男女淫欲。你要有一个感觉到这种苦。所以就像我爸爸妈妈感情不好，所以我对感情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所以我不会去谈感情，因为我觉得感情就是苦，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好，然后两个凑在一起就不好，因为感情很苦，所以就不谈这个事情就没事，自己有出离心。当然对别人在谈感情，我们就有升起悲心啊，这样而已。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你不要把自己这个护送那么久，这个是一个法，就像我们讲色受想行识一个存在，它是空无自性的，然后内心保持一个清净，千万不要觉得说他是你侄子，如果他是你儿子，你又气得更痛苦，因为你把这个法这个业当作在你心里面，你随时在折磨自己，对你也没有帮助，你就会变成精神有问题。所以我想家里精神有问题或他有问题，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快乐也好，再大的侮辱痛苦也好，那就像吃完饭了就算了，这样。我这个人的特点，再大的侮辱我去买一瓶汽水啊，喝完就没气了，这样。汽水冒掉了，这是我的习惯，因为我不愿意让自己有一点点这种负面的情绪。那我才能够专心的去想我怎么帮助他，对不对？或是佛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再去想，就是我们一直帮他念佛，我们帮他修功德回向。啊，所以专门对治男女邪淫的啦，淫欲的这些问题。所以那慢慢的他就会得到一个正面的力量。所以负面的力量是让我们更正面，而不是掉落在负面的伤心里面。所以这个世界越五浊恶世，我们越积极，千万不要批评这个法国社会怎么这么乱。啊，很多人在告诉我，哎，师傅你背包小心啊，我都到底要拿了，你都不要带钱不是没事了。啊，但是别人就会一直告诉你这个现象。但是这个情况，那我们更要不断的去回向，用光嘛。啊，所以那这样才可以先，你不照顾好自己，你就没办法照顾他，你就没有力量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完全保持在佛的状态来回向给他，而不是在一个悲伤的佛，一个痛苦的佛，那个痛苦悲伤没有佛的力量的。
所以佛必须自在，观音菩萨叫观自在，他自在了他才可以帮助对方。而且你要把这个苦啊衍生为更大，你看那些种猪那些种牛天天被交配，对不对？然后被伤害，印度那些女人，我告诉你一个最痛苦，各位以后多去帮忙。在尼泊尔啊，一个女生生下来到十岁，买她多少钱？200块美金。200块美金。她就被卖到很多地方，不让她穿衣服，她只能，她连穿衣服了嘛，她就一辈子做妓女。啊，那同样是女人，为什么这么痛苦？所以，当然我们尽自己的力量，我们这边办孤儿院，带他们来读书，他们将来可以出家，这样，就尽量做吧。但是不是说我要全部做，我可以救10个，我可以救20个，那我就做吧。现在很多女孩子被强奸，或者说是怀孕了，我们劝她不要堕胎，那我们就找地方让她生吧。而不是说全部，我们没办法做到全部，但是我在我的范围我尽力了。所以但是心可以变成无量，不断的回向给如此业报的人。各位你要做恶鬼道，恶鬼道的女人有一种恶鬼道，一天要被500个男恶鬼强奸，她一天要生500个鬼儿子，而且生下来以后因为自己没东西吃没有水喝，她又把500个儿子自己吃掉，那明天又另外500个鬼又强奸他，他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如果你去了解这些，你才会升起悲心，而不要光自己人发生的事情让你伤心。这自己人发生的事情，你没有用悲心，这个事情还会再重复哦。如果你假设做个比喻好了，今天在路边有一个老人跌倒流血，如果你去照顾他，别人会误会你，你也会产生很多麻烦。你舍弃了这个机会，那你就没有断除你自己爸爸跌倒的业。如果你主动的去承受他的苦呢，哪怕被误会，你还要被罚钱，那事实上就把你的业消除掉了。所以人不能自私，只想着自己的亲友的痛苦而已。人要开始打开眼睛去关心众生的痛苦，也是消除你自己痛苦最好的方法。我们去照顾很多独居老人，是把你爸爸妈妈超度了，甚至让他现世健康。你一直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而忘了去关心这些这么多可怜的老人或是死亡的老人，那你就很多的精力，你必须花很多百分百几百倍的精力去照顾一个爸爸妈妈，因为你去照顾别人的爸爸妈妈只有用10分就够了。所以这个佛法教我们最聪明的自私。所以就你这个问题，你要去观想去实践，也用发这个愿，愿全世界被淫欲的男生女生，被强奸的男生女生，被淫欲。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以前都碰过，我一个董事长的朋友，我以前在家，他知道我学佛了，我那时候还没出家，找我，拜托一件事，我老爸都90岁了，每天跟我拿钱，90岁了都不上床都不行，他拿钱给女人说摸一把也好。他每天就跑到家里，这么有钱，他是董事长，他天天跟他拿钱就跑到妓女户那边去摸一把也好，那些女人都像色老头来了，但他身上有钱。他觉得很丢脸，那我就跟这个董事长说，哎，你也差不多啊。对不对？你不是每天晚上有钱都是俱乐部，然后去摸人家好几把，对不对？这个只是你不希望你爸爸这样，你要从你自己做起，你才有那个力量帮助他。但是不要觉得是看不起，我想这个是简单的方法。对，来念一下：南无清净光如来，南无清净光如来，南无清净光如来。当愿所有有情断除邪淫，断除淫欲念头，得清净心，得清净身，生清净净土。南无清净光如来。好，就这么简单，把所有痛苦转成念佛，转成一个利他的愿。所以无量的痛苦就是无量的发心的缘，这样。好，再一个问题。
法师，去年我有拿了一个那个旗，它是像一朵花这样子，然后我放在花园的时候，我正好度假回来，它就被风吹的剩下好像两三片，然后那另外那几片我完全都不见了，所以像那两三片我要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点，谢谢。经典说经文也好，经幡也好，佛像也好，哪怕剩下一小片，它都是代表三宝。它虽然破掉了，但是它融入于自然的，那功德最大，融入在土里面，融入在水里面。所以经幡吹吹吹吹到剩下一条线，这条线再吹一下，你都可以做一百次的转轮圣王的功德，因为它是代表法的力量。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不能用，不要把世间法搬到佛法来看，就是意思，因为这个它是佛法的加持力。所以在这一点，如果这个经幡吹很久吹很久，我都会把它包起来放在身上，放在皮包，这个力量最大，等于这个经幡已经就像一个经本。今天有一部地藏经已经被念了一百万遍，谁都要抢这部地藏经，甚至它已经破掉了烂了，所以有很多法师上师都要用那个老和尚留下来，或是他前世自己念完的那一本经已经烂烂的，那个力量才大。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穿过了袈裟，还要传给弥勒菩萨穿吧，所以我想在这一点用以与法的眼光来尊敬，它不是一个破布，它是一个加持。就像老和尚已经老到没办法走路了，你给他碰一下，他的手碰你一下，你得到他无量的加持。他不是一个糟老头，他是一个宝。所以你要对法，对佛法有这个信心。哦，那个经幡吹到会破掉，太厉害了，因为他已经度了多少众生。所以任何一个经幡只要吹过的地方，然后众生就会脱离三恶道，种下解脱的因啊。所以这样去尊敬他，所以有两个做法。有一种做法是再给他念嗡阿吽，融入在智慧之火，让他融入于虚空，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么大的功德。第二个是把他包得很庄严，黄色的布放在佛塔在里面。今天那个经幡已经被转了一年，已经利益无量众生，只要人家来拜佛就得到他的加持，就像一个旧的佛像啊，旧的佛像已经被拜了一千年，哇，这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这个想法就可以了。好，请说。师父，如果线上网友的提问，如果已经发了出家的愿，但还是有生气、傲慢、烦恼心，是不是等这些烦恼习气断了以后，并可以了解更多出家的戒律，才可以出家？就是说他想要出家，但是他还有习气就对了。那我想并不是代表出家就代表没习气，他只是说他尊重出家的戒律，我出家就是要来对治这个问题的啊，不是等你没生病了才来住院。就是因为我有生病，但是我愿意遵守出家的修行戒定慧，这些再重大的烦恼都可以对治掉。但是就怕一种人，他不负责任的，反正我戒不掉，那你这个人就不能出家。出家是你有没有决心去断除你的烦恼啊？我已经杀过很多人了，我可不可以出家？可以，只要我决心不再杀。就像央杰摩罗，但是央杰摩罗除了决心不再杀，他还有大惭愧心，所以他还可以证得阿罗汉。所以我想这个分两方面，自己有没有决心要改。如果你没有决心要改，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家？还是出不了家。但是如果你有决心，知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缺点却不想改的人，这个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他，这样而已。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缺点，那倒没话说，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嘛。那你已经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那你脾气不好你还不想修，还借着你脾气来骂人，一直说你脾气不好，用脾气不好来覆盖自己，来找借口，那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我想决心我们叫精进波罗蜜，也代表在南传叫决意波罗蜜，他有这个决心。
阿处佛、阿弥陀佛过去都造下了下无间地狱的恶业，但是他们升起惭愧心，看到那个石头佛一拜下去，我永远要真心的改变，不再犯，我要发起真实的心，所以他们后来成佛了，叫阿弥陀佛，叫不动佛。所以我想这个想要出家的人，就像很多人说，师父，我觉得很喜欢出家，我觉得出家很好，但是我看到男人女人还是会想，你会想吗？会啊，但是我老实持戒，我有惭愧心啊，我有在按照佛法去思维空性，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千万不能一直保护自己的缺点啊，所以应该是这么想吧。好。好，法师慈悲啊。墨雪想问一个问题。墨雪有一位师兄在吐鲁斯，本人开了两个餐馆，做那个是火锅。然后呢，就是他本人也是信仰佛教，但是他的妻子就是不食素，他们也都在佛学院学习。然后前一段他们有怀二胎，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五个月，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早产的那个症状，然后所有的师兄们都回向经文给他，出现了三次非常危险的情况，然后在前两周之前孩子平安的生产了，大家都回向经文给他，然后我们都建议他改素食，然后他的店里面就是他的后厨包括他的大厅里面他放的有佛像，然后到处写满了咒语，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不太认为就是这个餐馆会对他个人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就是希望法师能够慈悲的开示，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些。我还是必须先做一个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他改变，因为他认识我，他是我朋友，他是我兄弟，这样我们只升起悲心，不能有执着的担心，不然你念佛就没有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开荤食的餐馆，那一及一切因为他，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我会念嗡阿比拉哄嘎扎拉玛梭哈，然后希望他们都有福报能够听闻佛法，而不是针对他啊。当然以他的因缘我升起这个心，那当然他就有福报了，所以一切因缘都是我们发心的助缘，但是不能卡在那一点。如果说你刚刚讲全部人都为他念，那这个功德等他小孩生出来他们功德就不见了。记住，我念七遍药师经是希望我爸爸病好起来，结果我念完了这七遍药师经就没功德了。所以是因为我爸爸生病，所以我发愿念七遍地藏经，回向法界众生。那这个功德永远都还在。那爸爸更容易好起来。但是爸爸就算没有好起来，那我再七遍，就是他这个病成为我们精进的助缘，不间断的助缘。我们要念到什么时候呢？念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在开荤食餐厅，这样而已。啊，这个叫弥勒菩萨的愿。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卖荤食的啦，儿子生病啦，这都是我们升起一个平等悲心的助缘，啊，所有功德融入法界，当然接受他生下来或没生下来。如果刚刚你这么说，大家发动这么多人念，结果小孩子还是胎死腹中，那么大家不要念了。大家觉得这个佛法没用，那就很痛苦了，因为因个人的因果不一样。所以我想很多人叫我帮他助念，我都认真的帮他念，认不认识，因为现在有微信了，我都帮他念。念完以后结果会怎么样我随缘，但是我感谢他给我一个慈悲的助缘，去关心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一种病，这样而已。去希望整个法界众生都能够如此。所以但是佛法不可思议是真的，那这个不可思议不在你预料之内才叫不可思议，因为真的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为他们念，为他们回向，为他们放生，自己也这样吃素，哪一天
他如果变好了，对，因缘成熟，自然成熟。但是因缘什么时候成熟呢？随缘，这样不能有压力。所谓压力就是说，你妈妈生病，你希望一定要她好，她不好就不行，这样那就伤害了，因为你所念的东西就没有效率，没有功德力，因为是有执着的心态在念嘛。所以我们叫前行大悲心，正行空性，就是说我升起针对这个事情，我升起的是对整个法界开荤食吃肉的悲心，那我在念的时候，我是保持在佛性空性的念，最后回向法界众生，因为他这个缘可以，而不要让自己因为学佛而起烦恼。所以不是怎么办，而是让我更尽力，这样而已，但无所求，这样去回想。好，再两个问题。那么阿弥陀佛，弟子拜师父，看见师父来很高兴，弟子常常看师父的片，弟子在学习同师父走六点拜啊拜啊，同一杯水一个饼干七个米，弟子供养供养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真，供养啊佛，八万法主，八万鬼王上天，供养这个小孩子，供养啊一起，世界平安，都这个世界平安，法国、美国、中国、台湾什么地方，弟子靠菩萨保佑世界平安回向给我弟子跟妈妈、爸爸妈妈是很苦的，在柬埔寨是30多个，所以弟子常常拜佛供回向给这个祖先啊，弟子不懂字的。弟子就晓得很苦的，没有读书，13岁就拜佛，今天73岁了。弟子很供养佛，很供养师的。去到哪里去拜师？弟子去印度，弟子有钱就常常要去印度布施的。今天弟子很高兴，师父的片告诉我们做好人，常常的心很高兴的。走六点弟子上起来去供养这个水无八德，供养十方六道清凉，供养世界平安，供养八万鬼王上天，供养小孩子，这样弟子做这样不是对不对？师父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指点。好，阿弥陀佛，你就继续做就好了。因为只是没有这个没有对错，你心里觉得很快乐很有意义就好了，但是你就不要去想负面的，想说我13岁就穷，我73这个不要念，我爸爸妈妈死很苦，这个也不能念，因为他不苦不会往生净土，他一定要有一点点苦，你劝他念佛他就会去净土。所以就是说，好在我们在这个苦里面，我们有学佛。像你刚刚这样讲，我们听得很高兴。好在你不懂字，你懂字你就不会那么念了，你就会看很多书。我要去读什么经，我要去读佛学院，这下就惨了，就不念佛了。所以我想，各位现在社会有两个很特殊的：懂字的人很骄傲，不懂字的人就很谦虚。哦，你最乖了。靠你了。对，这样就不得了了。啊，对，好在你不懂字，你赶快嗡啊嗡，嗡嘛呢呗。我也不懂字啊，我也是嗡啊嗡，嗡嘛呢呗呗嗡啊。因为我认为修行就是让我们的心保持在那个状态，相信佛法，相信阿弥陀佛，对不对？知道世间苦，这样就好了。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在极乐世界了，所以你不能再尝到苦。你爸妈说你好苦，我才不苦，我在净土，对不对？但是所以就不再去，因为把苦变成慈悲就好了。
啊，把苦变成一种智慧就好了，而不见得要去讲到想到那个苦啊，因为这个很正常，所以谢谢你来，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你要说吃到你的米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通通去极乐世界，对不对？跟我爸爸妈妈一样，都去极乐世界。然后我们人就是这样过一辈子，所以你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是去极乐世界，好不好？然后让认识你的有形无形的都去极乐世界，像爸爸妈妈，那这样你就是博士班诺贝尔奖，这样就 OK 了，那就没烦恼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烦恼，对对对，向你看齐。还有问题吗？哦，那边麦克风。等一下，好像究竟法国他老是那个集市那么乱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应该说，比如好像法师你说的，我们去到那里看到什么要扯什么咒，那么，如果说现在法国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是扯那个楞严咒呢，还是要什么？楞严咒太困难了。不会呀、啊。不是说不能念啊，就是说你念什么，你只要觉得很熟悉，没有压力就可以，因为你已经背下来，对你来讲楞严咒太容易了。但是因为现在社会这种状态啊，最大的保障是慈悲心，就是说你念什么都可以，你用慈悲心那希望，而不是说怕那些强盗怕小偷，因为对他们也用慈悲心，这样就好了。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慈悲心我就故意把钱露出来给他看，那你就会让人家泛起贪心，对不对？我还是尽量不要带钱，对不对？真的来了，就这边这边这边就这两张而已，你去吧。所以你还是要带一点，万一他找你，给一点酬劳啊。因为他忙了半天没抽到你钱，就打你两掌，你就吃亏了。所以我的师公就告诉我，每个房间都要摆一点钱，万一小偷来了就在这边，不要给我翻箱倒柜，那个经典太重要了。钱钱钱钱你拿去，不多也不少，对不对？小偷就没有白跑这一趟。结果我师公说等了一辈子也没来，对啊，因为他早就接受他了，所以他不会来。但是如果你怕他，他天天找你。所以就佛教里面叫我们空，就是没有对立，对善良、对邪恶、对小偷、对布施的，对我们来讲都一样的，因为他只是在示现一个法，这个法让我们要平等慈悲，随喜他，也希望他更好。那我想我们存在这个念头，世界就会因为这样而和谐。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世界有很多乱象，那这时候我们更要保持清净心，念阿弥陀佛，希望世界这样就变啊，他们老是示威嘛？示威呢？我们也要示威，我们就赶快拜忏了。他们示威，我们拜88佛是不是这样。因为佛法这个社会本来就越来越糟糕。这个社会每少100年，人就少一岁，以后人的寿命只剩下10岁，一生下来就你杀我，我杀你吃，然后就死了。这个世界叫末法的简洁就越来越糟糕，稍微一点点好，事实上是要更下去的。但是不要心不要被它乱了。像我会看报纸，我会关心政治，世界各地的政治我都会关心，谁选上谁没选上我都会替他关心，但是我是关心，我没有担心啊，因为我觉得我就会为这个事情而负一点责任，帮他念一念，帮他净化啊，请阿弥陀佛去加持。所以各位念佛，你可以念这个佛很大尊啊，那个光比太阳还大，这个大尊到大得不得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每一个佛都放出不一样的光去照那个黑暗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这样就好了。请问这个10万个叛乱部队的力量大，还是一尊佛的力量大？都知道就好了，何况我们请这么多佛啊，佛力无边。但是千万不要被世间的乱象
或是身体的病苦，或夫妻的吵架，或儿女的不孝顺，动了你的信心，随缘，但是我尽力回向，这样就好了。因为不是你跑去叫他们两个不要吵架，因为我们跑去没用，会被打死，对不对？但是心的力量，佛的力量不可思议。你念一个，我们在送给各位那个大随求咒，你只要念一个嗡巴拉巴拉三巴拉，就百万军队通通出现，然后呢，去让他们，不是消灭他们，是让他们不会打仗，让他们不会造恶业啊。那事情还没解决呢，那所以我继续保持慈悲，但是为了要把慈悲的力量展现出来，一定要有一个清净、不执着、没有压力的心态，空性接受。对不对？这个人得癌症，我不能因为，比如说我妈妈在痛苦，我不能因为这个东西起心动念。如果我这样起心动念，我就不想念。所以我妈妈在痛苦的时候，她在叫啊，几分钟叫一次，我就赶快离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面对这个声音。然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做烟供啊，去帮忙，这样再把功德回向给他，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这么厉害，这样。因为我听我妈妈在叫，我就乱掉了啊！我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至少我知道什么方法让我平静去帮他。所以这一点看你，这个人看到你，你就想生气，你跑去跟他念，搞不好你跟他吵起来了还念。所以你自己不行，你就退一下，就这样。就像我为什么要出家？没办法，在家里我没办法念，他们这么爱我，我怎么念？啊，这个家就是那种束缚，所以我看各位我就很同情了，对不对？因为你们还住在监狱，我们已经在外面自由了，啊！但是所以你要练习，让自己的心超越这个现象好了，不管是那个吵闹啊，那个对立啊，那个病苦啊，那所以哪一天你生病了，没有人不生病了。那这个生病也是你的很好的修行。生病的时候，你的念头有没有保持在一个正念，而不要被他拉走？哎呀，我好痛，我不要他痛，我好痛。你越讲他越痛，他越高兴。但是如果你保持一个正念啊，悲心，或是我身体变成阿弥陀佛，你接近我的身体，你等于碰到阿弥陀佛，你就超度了，那就可以。所以这个痛，它只会让你。或是个乱，让你更认真，更慈悲，更念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们两边在闹的时候，我就观想，哇，这边文殊菩萨，这边普贤菩萨，往中间都是毗卢遮那佛的。你要把它转化掉。所以我爸爸在开双脚，我也在旁边看，打打打，被打的那个叫贪嗔痴，消灭贪嗔痴，打赢了这个叫菩提心，两边都赢。但是我不站在哪一边啊，啊，因为你没有贪嗔痴，你就不可能有空性和菩提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痛苦才是我们一个修行觉悟的助缘，这样就好了。好，还有什么痛苦的问题吗？有吗？都解脱了 ？OK， 解脱不是不生病，解脱是还在病，不过 OK， 我心里解脱。因为我心里在念佛，哪有那个不生病的身体？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功德要做，就是要等一下，如果有也会给个人一人一杯水，然后一人也发一瓶水。这个水不要喝啊，这个水要先念一念，然后呢，这个水等一下，至少你今天会拿一瓶水。把我们这三四天的功德融入在这个水里面倒出去，这样。那这里面有个故事，我还是再讲一次好了，里面边发。有一个国王，他做了很大的功德，盖寺庙供养，结果晚上回去做梦，梦到很多鬼来找他。那这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隔天赶快问佛陀，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没有人比我做得大，为什么这么多鬼来找我？那佛陀就跟他说，那个啊，你也不要怪他，那个是你在过去七佛以前的父母祖先兄弟朋友，他们以前过去七个佛之前毁谤三宝啊，不信因果下无间地狱，结果呢每个佛他们都在无间地狱，难得到这一世你
做皇帝了还皈依三宝，他们才可以脱离无间地狱到恶鬼道啊。但是你昨天做了很大的功德，结果这些恶鬼道的亲戚朋友没有得到你给他们的功德，所以他们呢来拜托你，来求你。那这个国王说，那我又没神通，我又不知道几位啊。那佛陀说很简单，你只要拿 一瓶水把你所做的功德观想在这一瓶水里面，然后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念的时候，你就观想这个水像雨一样的流到土地的每一个缝啊，然后水沟啊，大海啊，充满了这个功德，然后你百千万劫的所有的父母祖先兄弟啊都可以得到功德啊。所以南传佛教就按照佛陀这样在做，这个叫滴水回向啊。而不但这些我们自己的父母祖先累劫的都得到功德，那些孤魂野鬼受苦的众生也得到功德。所以各位，你最好每天，我都建议人家这样，你拜佛的水拜神的水多放几杯，到了晚上就把它全部倒出去啊，给众生喝，而且给累劫冤亲债主这样。那当然你如果愿意念就跟着念，如果你不懂就知道说这个水代表所有的功德，包括佛的加持，包括极乐世界的功德水，然后一倒下去，累劫累世啊，父母祖先冤亲债主都享受这个功德去净土，这样就好了。你这样想啊，那每天都这样做。然后佛陀也说了，你用一杯水，你光用一杯水供养佛，光想到恶鬼道，一杯水就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升天，一杯水啊！你用一杯水供养佛，想到这个人间很多人在吃肉，在吃鱼、吃肉、吃龙虾，你只要用一杯水供养佛，把它撒出去，这个人间呢、啊，整个法国吃的这些肉龙虾，他们就升天。所以各位，我们只管这个方法会做，你就不用烦恼了啊！而且一杯水供佛，等于念了100万遍发财咒，要不要发财？要不要发财？要不要发财？你没有发财怎么利益众生呢？要发财啊！也一杯水供养佛，可以等于念100万遍的消业障咒。要不要消业障？也水可以洗得好干净。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借口说没有钱做功德，因为每天都有水可以喝，用这个水供佛，然后要喝之前先洒一杯也好，洒几滴也好嘛，啊。然后这个水供养诸佛，这个水布施众生，然后我们自己才供养自己吧，啊，那如果你能够每天拿一瓶水去供养众生，那福报功德更大。那我想佛陀讲这个方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那各位就要真实去实践，好不好啊？让你没时间烦恼，每天忙着做功德。所以我在机场，他说你干嘛要出家？我看你这个很忙，做大生意。我说你才知道，我现在生意可做大了，做功德事业，忙得不得了啊，忙得不得了啊！啊，所以因为以前赚的是小钱嘛，现在赚的是整个世界啊，对不对？而且到处结善缘，结善缘，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啦。我们先做滴水功德来，右方前面啊，要请主任还是主任妈妈都可以。我们念，然后他倒，老妈妈也上来，两个一起倒，没关系，慢慢倒。各位，你不要在这里面倒啊，这地毯啊，法会圆满，你再到外面倒，好不好？那他们先倒在这里面，没要看得到你们倒，让人家看到，大家跟着念来，跟着念，要观想我们的功德全部。所有佛教的功德，我们的功德都融入了。来，强缘即入住，强缘即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福资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资益恶鬼，自极圣者观世音，手降本质甘露流，
恶鬼饥渴诸苦灭，愿即极尽具福乐。唵嘛呢呗咪吽舍。好，好，可以了。那等一下我们这个水倒完来，各位来瓶水拿起来，先不用打开了。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亲娘，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一切有情，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堕胎胎儿，往生牌位，同生净土。嗡阿吽，好，这样就够了。不要喝啊，出去外面倒啊。你到哪里倒？到你家门口倒最好了，发了啊，让发果充满甘露。如果你每天做一次，好不好啊？每天这一瓶先供在佛前。如果你家有佛，你要出去的带出去布施啊，或是你把供佛的那个水倒在你的瓶子里面出去布施。每天，也就是我们一个佛教徒的慈悲，我们这个方法可以改变世界啊！他们负责吃，我们负责超度，对不对？啊，我们负责帮助他们。你把法国人都当作你的祖先，那功德更大啊！帮助他们离苦。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开打后，乃变成各自语言灵光一神。COVID-19 疫情影响全世界，当作各家都尽力来做预防三研究。以下预防三技术进步，做得做最短的时间内，来做出预防三开发和试验。大家各家核准做得用的预防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确定安全又有效。目前全世界都在各大开放做 COVID-19 预防三，做得预防疫情的发生降低车道的风险，证明做预防三好处太过快速。而你各家提供大家做的预防三，符合各级标准，大家家是符合注射条件，做得从医生的评估后安心来注射。做预防三后，请维持防疫的好习惯，祝福大家健康。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